爱山温泉国际旅游度假村是青岛荣基集团于2004年投巨资兴建而成的，占地面积2200亩，是一处集旅游度假、温泉洗浴、客房餐饮、运动保健、会议培训为一体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这里四面环山，空气清新，环境优雅，风景宜人。爱山温泉国际旅游度假村以温泉为特色，建有多种风格的露天温泉池和25米长的国际标准游泳池，设有中医康体理疗中心、 VIP 温泉水疗中心、 VIP 温泉套房、12星座美女汤、鱼疗、水吧、烤吧及购物超市等多种休闲养生娱乐设施。度假村拥有极具特色的豪华客房和中式四合院，房间设施一应俱全，富丽堂皇。宴会大厅和韩国料理同时可容纳1000人聚会就餐，并配有15个具有各国风情的特色宴会厅。专设的胶东人家内各种特色制作及风味餐饮堪称亮点。精心装修的7个规模不同的会议室可举办各种会议、培训、演出活动。爱山以天然温泉著称，正常水温52摄氏度，热效应相当好。水中富含钾、铁、硒、铜、碘等对人体有益的微量元素和医学上有重要价值的微量放射性元素镭、铀、氡等，能治疗各种疾病。栖霞县志及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均有记载，有华清第二池之美誉和北国第一露天温泉之称。爱山温泉浴能改善人体全身的血液循环，有消炎止痛、降血压、调节神经系统的功能和作用，对皮肤病、风湿性关节炎、腰脊疼痛、疲劳损伤、肢体衰弱、疥疮等20多种疾病有特殊的疗效。温泉村的养生谷建有太极池、六福汤、鱼疗池、葡萄酒池等10几个特色独具的浴池，十分注重开发原生温泉的药理作用，配以多种中药，能有效平衡人体阴阳，调节人体生理机能，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抵抗力。爱山温泉国际旅游度假村是一方宝地，这里山色空灵，瑞气充盈，在此您可以居云雾之清丽，及泉水之灵气，观青山之美景，赏明月之高华。朋友，风情万种的爱山温泉，欢迎五湖四海宾朋的到来。